咱两个做出这种无理的行为，律师想要抱孙的父母，文瑶还有超越囡仔，就是咱下个会长。我阿爸刚刚在传家宝告我的时候，他已经讲伊是阿公，我嘛惊一下。只要有遐个哦，我就会当重新。你刷落来转身术的借题，你做啥物啊？阿公留落来的，敢会是无好的邪术啊？我是一定会找到一个哦，真健康的身体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